我的菊花香水呢？闻到。来忘掉错对，来怀念过去。我妈素颜是不敢见人的。王叔叔，我爸叫你来我家讨论那个2000W 的项目。跟你爸说，我先回去了。你打我香水呢？妈，那菊花香水不是在那里吗？玉彤吗？哎，老师来啊，坐。玉彤，知道这罐香水为什么要放酒精吗？哦，为了稀释，增加香水的挥发扩散。哟，可以啊。玉彤，没问题了，我先走了。自己做的香水自己用吧。妈，是你。你不明白，你说不爱的分拆。你不明白，你在我心里不。爸，森林附近发现一具没有四肢的男尸。有什么线索吗？根据法医判断，他的。有什么就说。他的四肢是被生生咬断的，而且伤口带有腐蚀，已经感染溃烂。什么？难道？啊、好痒啊！那个胳膊。什么？明天又有模拟考试，还敢不让人活啊？我这是太平洋的珍珠，我那大西洋的珍珠发现流出来一半，谁信呀、啊？不信，现在带你去我家看，走。哼，包怎么被我到楼上去了？哎呀，这20楼啊！啊？不错，免你半年管理费。玉彤，把我大西洋的珍珠拿给我。妈，是这个吗？看到没有，大西洋的。被背叛你的我 VS 正常的我。妈，这是我送的小金币，就不要10分吗？还不是点不错，有幸福就有奖励。妈给你做鲍鱼。那不傻。怎么了？老师吧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不是，没事，岁岁平安。洗个碗都洗不好，你还在干嘛？不写作业了。那就不干了。妈，有人欺负我，有人欺负我。虽然整个人也不正，你没事吧？我要去医院。我没有。我不要，没事。还在狡辩，一天到晚就不让人省心。走，妈去给你报仇。该迎着光亮，再跌跌撞撞也要坚强。学霸的尴尬瞬间。哎，我看你每天不学习都能考全班第二，你有什么秘籍？哎呀，你就是太紧张了，多放松放松，多放松放松放松。嗯，看了5分钟了，放松放松。我要再学10小时，全班第一一定是我。明明开呀！哦，巧哦，我刚刚想找你开，开什么？妈，我去图书馆写作业了。快开学了，可能这几个乌头暑假作业。对，快开学了，可能这几个乌头暑假作业。完了。哎，玉彤，你今天当个暑假作业互助群干嘛？就是群里那个意思，你懂的、啊。爸妈，你快告诉你妈。我来。现行，人呢？林子让大家看你当时有直接出现了个内鬼，是谁呀、啊？苏丹，你撕掉他们，转移到麦当劳。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告诉。没事，是啊，不怪你，请客就行了。来，凑合。嗯，谁？我。哭了，好孩子。妈，在外面呢，给个面子。行。
忘掉了。什么声音？妈，我开学了，刷了100块钱买了一些手册。行，我去房间给你拿。包子莫挑战各路高手，有意者来我家决斗。就你还想挑战我？虽然我坏了，但我帮你暴露这个毒。我妈当然是个偷鸡手。拿去，试试吗？我感觉头顶凉飕飕的。妈，不要来了！那里。哪有人啊？可能是我眼花了。你外放一会儿过来吃饭。我点的那些菜的外卖到了没？还没到。没有。找我妹妹时间。有了。你知道吗？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吃素了。想知道为什么？给你办点手续，交给我妈。在家为美女电话号码。行动。说啊，为什么？夜晚饭，慢给我。别动！你是不是又把菜吃了？妈，菜不是在这儿吗？菜都做好了吗？哎，妈，来的真巧，这是我刚做好的四季豆头肉，祝您四季平安，对外婆。妈，你怎么知道？妈，想吃芋头头菜，芋头很烂的。我昨天一直在炒菜上面下了。行，想办法，点个外卖让他。外婆还是板栗寒门鸡，祝您吉祥如意。你敲我才是。还在我面前嚣张。哎，堂姐，怎么有时间过来呀？哎呀，刚好路过，顺便过来看看你们。小花，叫人，叫人啦。哎，我也想玩。好，我先玩这把，等一下给你玩。姨妈，小花，走。我不走。你姐妹精神鸦片迷住了，她玩上瘾了，别学她。这东西玩多了，以后眼睛瞎都不知道去哪里治。芋头刚才写完作业，同意她玩一会儿。我也要玩。玩什么玩？这个 iPad 我先替芋头保管了。你凭什么替我保管啊？凭什么？就凭你天天约我小花玩游戏，你的精神恶心，小花你知道吗你？哎，堂姐。这是孩子暑假兼职赚钱买的。什么？走，太好吧。走啦。等一下。啊，对了，饭我们就不吃了，还有事儿。没说要留着吃饭的。5500。什么乱七八糟5500？这个 iPad 6000买的，给你打个折，5500。不是，这破玩意还要6000块，送我都不要。不要就还给芋头。不还你能怎么着？为了这个破玩意，你要跟你姐翻脸啊？